机车经过小货车旁，这时司机站在路边往车斗抛出绳索，没想到绳索宛如血滴子，不偏不倚套中女骑士，她瞬间失去平衡，左摇右摆，人车差点分离。还好反应够快，用双脚稳住车身跟龙头。事发在桃园八德长兴路，司机整理货车绳索酿祸，网友怒轰：路边玩套圈圈是想谋杀谁呀？而彰化这位小姐才刚下公车，砰的一声撞到公车后照镜，整个人往后弹，吓坏司机。他爬起来扶着头，一脸不敢相信，回头紧盯后照镜，网友直呼看起来超痛。马路行车不专心，镜头转到台北罗斯福路四段，整群机车等红灯，突然间自己了，硬起来，他的网路比较快哦。二号晚间，中华男子羽球双打组合林洋佩击败强劲对手，闯进金牌战。骑士不想错过，边骑边看手机，小心感动过了头，最后乐极生悲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